桃花是什么？专家介绍，重庆文理学院园林与生命科学学院助教老师刘静。细桃花树属蔷薇科落叶小乔木，是桃的变种，花后一般不结桃，花多重瓣，花朵鲜艳美丽，是观赏桃花中的极品，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。种植碧桃需要注意它性喜阳光，较耐寒，怕水涝，它适宜栽种在通风环境、排水良好的沙质土壤中，平时浇水时要注意适量，防止积水。而且碧桃的根系发达，不易生栽，否则会影响其生长。另外，碧桃花所需花肥不多，只需在栽植时在穴内施少量鸡肥即可，不然会造成碧桃徒长，不利花芽生成。在它的生长期间是否要施肥，要根据碧桃植株生长情况来决定。此外，碧桃的生长健旺修剪工作很重要，适量的修剪可以促进花芽花枝的形成。